你总有洗过手、洗过衣服、洗过碗的经验吧？一个油腻腻的碗，你不洗，它永远是油腻腻。对。你今天洗了，你还得看它油腻程度。你千万你千万不要告诉我，所有人的碗一洗都一次洗干了，干干净净。为什么我的碗总是洗的洗不干净？是我的这个洗洁精有问题呢，还是我洗碗方式有问题？你怎么不会去问问你的碗到底有多油啊？还是什么油腻在上面？你搞清楚弄明白，别天天胡修瞎练。我之所以今天讲的有点激动，是对我们超马有些少数的学员，到现在还在闭着眼睛胡修瞎练，大有人在。不管在哪一个国家，都是有这种人存在。我总是觉得莫名其妙。就这么简单的系统，这么简单的理论，你为什么不想得彻底一点？你为什么不去了悟的深一点？你为什么不反求诸己？你为什么不先搞清楚再做结论？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？那那么多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搞了半天是你自己的问题。然后你自己问题还在存在着，你怎么不想去解决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反求诸己是随时要告诉你自己的四字真言。反求诸己，不要再那么多一大堆废话，太多废话不会帮助你要升到天际，只会沉沦。听懂了，我再讲一次。太多的废话只会沉沦，不会提升，只会自己害自己，自己害自己还不算了，自己还害他人。因为你的那么多废话会产生谬论，谬论会影响别人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明白。你今天我讲的太直白了，你听起来不高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高兴也好，你不高兴也好，忠言逆耳。就是这样，收到，明白。所以我是拿这个学员的例子，去告诉那少数在全天下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藏的超马学员：第一，那些胡修瞎练的学员；第二，不愿意认清事实的学员；第三，喜欢侥幸的学员；第四，有那么多谬论的学员。第五，总是吃在嘴里看在盘里的学员，最后还是自己的抉择，别那么多一大堆问题。做人干脆一点，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，别那么啰里吧嗦，对不对？对。尤其你喜欢用社会的那一套，是吧？哎呀，当时你们太浅了，我们在社会打滚多久了？你会社会那一套，我们不会吧？你小看我们，只是我们不敢做啊！搞清楚，弄明白。社会的艰险可怕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知道，是我们要去知道，才会知己知彼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做，是因为我们不沾因果，不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已。别把别人当傻瓜看。